阿官在在创啥？挖树啊！挖树！这是要创啥物用的？展览啊！展览哦！这个角度拍起来一定很不帅，好神秘啊。是很难等人拍到的话，要不然一般见事物是不会让你拍那些东西，你就看到都很难看到这些过程的。我们黑店，台湾的第一家玩具店，第一黑店，应该是算台湾蛮后期开的玩具店，但是冲得很快速的玩具店，如此的。这些都会放到 YouTube 上面吗？对对对。那是陶偶，应该陶偶。小心哦。好，是我发现。老板很害怕。老板自己开好了。你要八万买叶子小心。八万买我们也是可以啊。自由行政。来，你做别的，你当展品，它就是展品。像 GQ 的那种男模，现在是现场布置，灯光、音响、植物、道具，全部的人都在进场，都在赶，所以就是今天很完成度很高的，对，所以可以有兴趣的千万要买票进来。我跟你讲，不买东西，光看这些植物就值得，一直涨哦。
开展前啊，开展第一天，好不好？带大家简单轻松看一下我们的横琴百象的会场的布置，然后相信你们已经被我们的限动或是发文已经洗了很久，看得心痒痒。我们继续洗到明年，好不好？一定洗到明年。今天是12月24日，带大家逛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购票会台，所有的购票抽奖，或是你要买树，你要买什么，询问什么，造景都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光桌的区域，然后这边的区域的植物就是可能两家植物公司，台湾名人庭美术馆跟 PM 这边哦，收藏的一些珍奇的植物，或者是说制作的植物，然后这里就是很屌，稍微带一下。那其他的就请你们到现场买票来看看。这边就是可能一些可以直接贩售，当然光座也是可以直接贩售，只是说这边就是可能级数没有那么高，比较平价，让你好去尝试入手的一些植物。对，然后也是有很屌的，然后你看，墨药类。然后我们就一路走到会场的正中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造景区。好，然后就是我们的日式造景，就是最常做、最拿手的日式造景。然后还有中间这个主要的这个小的展示区，就是可能是我们跟5PM这边联手去合作。一个比较新式跟一个比较传统，大家喜欢、大家形象中的造景的东西的一个融合。这个就是现场，待会要让大家了解平常日常生活在做什么的工作。那现场会发一些品质，体验他们熟悉跟拿手的汉生景观，对。然后还有一些建事物的。是我们的户外的凹豆区，看这里超商，什么带个啤酒来喝，在这里坐休息一下，看一下展览，聊个天，多商，还喜欢全部都是可以贩售的，现场所有的东西都是贩售的，然后包含就是活动的 T 恤，横琴百象活动的 T 恤也都是有贩售，然后制作的厂商是。协力厂商是 Reputation， 对啊，所以如果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到会场来，或者是说网络上私讯这些小编，应该也都是没问题。然后像这个区域就是可能我们会场就是300块的限定票，哦，可以抽选一些玩具或者是说一些喷气，然后因为他这次准备了很多，我觉得可以把他们引进来，都很厉害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买300块的优先票进来，先把你最喜欢的、最稀有、最限量的先把它买走。然后这边就是建事物他们的区域，然后当然这只是其中一块，然后有斯格拉陶，哦，这个区域都是斯格拉陶，然后菌子，这个也是现在潮行的妹胶妹系的萌系的公仔，然后罗本老师的保平君，哦，然后。罗宾堂的玩具公仔，对，然后像还有罗本的喷气，他直身体的喷气，这个喷气也是哦，那个科工也是有够繁杂复杂的，然后包含这个在台湾就是引进，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赞，极光雅 Pico 的这个也是非常限量，所以其实买300块套票的就是非常值得，进来就先把最漂亮最少。最限量的那个带走就对了。刚带你们粗略的逛过了展场，这个展览在台湾算是第一次，比较新潮、比较不一样的展览，跟过去的一些展览的形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说非常的值得。然后这也是第一次去推广这些植物，然后我们也希望说今年有时间的赶快到台中来，台中在台湾的中间。不管是北是南过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有喜欢这些植物，或是对这些植物有兴趣，或者说喜欢这样的文化，都非常欢迎大家购票
入场参观。那今年如果来不及没关系，到明年都还有，我们到1月8号，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好不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推广这个盆栽啊，推广这些植物的一些卖点、笑点。很紧张。两点整会有由台湾饮料饭店的老板在。那我是在给你，我直接耍帅啊。不会，我们看过那么多大场面，我们怎么可能会怕、啊？亲友团，那我们欢迎台湾名人庭园美术馆的老板苏老板来为我们进行雕塑秀的演出。发现那只木锤长得很畸形，那是用这样敲的。我袂记炸锤啊，长炸，因搞炸两个，你知无？我操他！我无，隔壁还工地共切一支角啊，哦，切了一块像那个胶锤就好了，像那个啊，我临时、啊、你跟我讲，我带来，我有都有啊。临时应该做一自己赏赞罚二令旗啊，可以，还没拍广告，没有，你这样才有日本职人的精神啊。下留情，因为还可以再弄更短一点，但是就稍微留情吧，才会我怕朱莉的老板也舍不得。就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的结束了，我的痘痘，好肥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领导的触米桃味。想了解更多台湾名人庭园美术馆，请追踪我们的 IG 跟粉丝团。我们下周再见，拜拜。